贝利刚在法文是 le pelican， 就是鹈鹕鸟的意思。那因为我们的法国主厨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度假胜地，那那里的海边就会有很多鹈鹕鸟在海边就是悠闲的走来走去。那他来到台湾的时候就觉得台湾的人就是生活压力有点大，然后步调有点匆忙，所以他就是希望说在品尝我们贝利刚冰淇淋的那个当下，大家可以真的好好的放下，然后享受生活。所以我们的品牌精神就是 c'est la vie， 就是法国人的生活美学，就是享受当下，享受生活。因为我们除了门市之外，我们也有在做 B2B 这一块，就是我们有在做口味的研发，然后口味的冰淇淋批发。那所以青创组补助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扩大我们的厂房，并且增加更多的冷冻设备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更多的通路跟大家见面。那因为我们今年也有一个新的就是活动外汇的企划，那也是需要扩大我们的产量，所以青创补助在这一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非常的大。像现在产季的就是芒果，那我们芒果选用的就是仿山的爱文芒果，然后这一盆里面有将近3公斤的芒果果肉的使用量，所以芒果味非常浓郁。然后旁边的草莓是用苗栗大湖的草莓，然后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红心芭乐，它就是用高雄燕巢的芭乐，那有时候不同产季也会用宜兰的芭乐，所以我们的水果都是采用就是当季新鲜的水果下去做的。